运动中心，运动中心是由于台北市407的运动中心，啊，我前以前是住伫古关，所以对这遮的环境较清楚。啊，当然今日要来一间印刷装订工厂，来恭喜新年快乐，生意兴隆。咱 AP 呀，东西人传媒群产业介绍会陆陆续续提供给大家参考。